见到了这么美丽的景色，自然会产生云游四海的想法吧。偶遇珍宝，是云游四方的妙趣之一。
天地的馈赠。飘摇风雨中，独兀思故乡。这把刀，是我与故乡唯一的联系了。
偶遇珍宝是云游四方的妙趣之一。天地的馈赠，朔风锦衣，天地的馈赠。该出发了。
有所收获就是一件好事。宝箱的人也遵循着某种契约吗？留下宝箱的人也遵循着某种契约吗？有收获就是一件好事。
Ah.
令人快慰。顺着风的方向，令人快慰。偶遇珍宝是云游四方的妙趣之一。令人快慰。留下宝箱的人也遵循着某种契约吗？
宝箱也能引射出。点数不错，今天就继续翘班吧，等到状态好了再去把活一次干完。不必心急，取材有方。下一项工作室，霜寒化生。天地的馈赠，瑰丽的珍宝令人欣喜。
留下宝箱的人也遵循着某种契约吗？安逸的氛围，喜欢。风雪的缩影。我会跟上的。往返自然，唱。我得再撑一会儿。宝箱也能引蛇出洞。不必心急，留下宝箱的人也遵循着某种契约吗？下一项工作是留下宝箱的人也遵循着某种契约吗？我会跟上的。取材有方，
必心急。不必心急。取材有方，宝箱也能引蛇出洞。不必心急。在这世间行走，身份多一点才便利。需要我帮你捏造一些吗？
Thank you.
宝箱也能引蛇。珊瑚宫小姐不打算把那个贝壳带回去吗？我反倒觉得保存在伊迪亚小姐这里会更合适一些。如今的海奇岛已经有了新的宝物，人们的愿望也正慢慢被实现，不如就让她守护着这瓶中的圣镜，陪伴着路过旅人们的梦想吧。Thank you.
不必心急。散落的财物，无声的线索。点数不错。不必心急。
不必心急。不必心急。散落的财物，无声的线索。跟上的，如果从阿如村走的话，就能够途经喀万邑、察那园，绕道去须弥城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要顺路买什么东西吗？你们只管选礼物，我来负责提。只要手里拿得下，多重都没问题。哪有那么多人要送？妈妈，阿贝多哥哥、秦团长、雷泽，还有迪奥娜姐姐、莫娜姐姐、菲谢尔姐姐。看我干嘛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可丽想给大家选什么样的礼物呢？要日落谷味道的糖，还有驯兽那样的大帽子，还有，可丽要买很多很多故事书送给大家。但送给妈妈的礼物，可丽还没想好。没关系，边走边看，姐姐们也会帮忙的。嗯，谢谢姐姐。
不必心急，不必心急。切。不必心急。闲人勿扰，御风而行。
宝箱也能引蛇出洞。不必心急，thank you.
不必心急。谢谢。工作室，
瑰丽的珍宝令人欣喜。下一项工作是留意脚下。该出发了。偶遇珍宝，
是云游四方的妙句。取材有方。想办祭典吗？赞颂我的降临吧。
有什么呢？